台南市102年度职幼照顾服务员以及长照服务单位表扬活动，10月27日伫个桂林文化中心国际会议厅举办。今仔日的表扬活动，总共颁奖朱清敬业奖7名，优良服务奖19名，职幼服务奖16名，总共42名。市长赖清德、社会局长周爱兰亲临现场，表扬得奖的42名照顾服务员，14间长期照顾服务提供单位。赖市长除了感谢照顾服务者和单位，希望以此为楷模，鼓励更多人投入长期照顾行列。今天很高兴来主持这个颁奖典礼，让我有机会代表咱台南市市民跟大家说一声啦。咱台南市市民总共是188万几啦，县市合并了后，咱人口在增加。但是呢，65以上的长辈嘛，有咧增加哦。现主席是22万，差不多6000-7000人哦，占人口的比率哦，差不多12.3%左右啦哦。比全国的平均已经加悬真侪哦。伫个即款的人口的这个结构下面，自然资源嘛哦，需要照顾的长辈比率就会较悬，需要大家帮忙的所在就较侪，市府秉持专人照顾、在地照顾、全方位照顾的三大照顾原则，并且甲民间团体合作，希望予需要照顾者人权甲尊重。赖市长特别感谢照顾服务员以及各服务提供单位的付出，同时嘛显示民众对长期照顾服务的需求是愈来愈增加，愈来愈重要。台南市政府对咱65以上的长辈的这个照顾，基本上是三大关键。第一就是希望讲这个全人照顾，也就是讲有人权的观念在内底啦，就是安尼吼，敢若是阮做医生共款，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爱甲当作一个人，安尼尊重，安尼甲看顾，这就是全人照顾。第二呢，就是讲会当在地啦，上好唔通去遐尼啊远吼，会当在地照顾，在地照顾。在地照顾，我看这是一个真重要代志，真重要代志。另外第三呢，有那是咱大家现主席所做的，属于全方位的这个照顾。咱就是希望讲，经由咱台南市政府和咱民间机构大家合作。对生活伫个即个都市，咱只长辈来当好啊，甲照顾安尼对吼。那现主席大概咱长期照顾的长辈5000几个嘛大概5600-6700人左右我们现在又有居家服务员大概需要有申请居家服务的大概有那3-4000个就用靠咱大家帮忙搞活动所以。咱这吼是算真重要，咱算真重要。那无讲，大家的这个帮忙吼，佫真困难。台南市继续推动长期照顾服务业务，今年将会新增加4间日间照顾中心，提供市民多元化、在地化的服务。除了继续提供服务，并且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更加连接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使每一个家属、每一个长者拢会当感觉安心佮温暖。和长期照顾服务提供即时化，使每一位长者拢会当受到完善的照顾和服务。再过几年，当我们老人大量增加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再也请不起
那么多外劳的时候，很多的家庭大概不会有能力请得起这样全时间的外劳。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老人的生命尊严在哪里？好，也就是说，我现在听到非常多的那个老年接近老年或刚刚过完老年的这一些朋友告诉我说，我非常的焦虑啊，因为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走向一个我自己的老年啊。我们希望的老年呢，是一个可依赖的，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尊严的，可以让我们到人生最后一天能够保有作为一个人的，不用去害怕的那样的一个照顾服务。所以呢，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伟大的。特别一提的是，这摆受表扬的名单当中有两名男性服务员受颁职优服务奖，投入照顾服务行列已经满两冬至三冬，是照顾服务人员当中少数的男性服务者。另外，主办单位安排大潭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拉拉土风舞作为串场表演，每场表演精彩万分，展现人发奔脑、热情活力的精神，带予现场温暖又搁欢乐的气氛。